最近办题三届届南非艺术季，今年就门新增加八件台艺界提景艺术作品，其中的推动台马的发言三期届天空之镜，是推动各个提景艺术作品当中，少数是入门经验界经强下来翻新界，推动五种四色总共有十三色。变得四十五斤，就变出来两次进入九公尺暗冲，就像是三期接上可能都改顿水塔改图。不过两作品怎做好，都还没有正式改快模展出，就被民众了解的。动五届时间都取得非常的绽放，希望大家会尊重艺术创作。他就当着我面这样进去踩哦。反正初会用水洗体作品蛋糕，闻到难以拒绝。一个天空之镜的作品，含望正式展出，做民众难以破发。推动民众的视线做动起，使动无奈何，当伊来顺来长来清洁。近看有近看的质感的美感，因为那个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心血。可是人不一定要进去拍。为了呼应安东人来，伊东人下好多泰马里发言神奇断水塔，用海景做背景，翕天空之镜的安静的相片。苏耀昌参加今年南非艺术季创作的推动五种的实践，就用一个做主题，用手工雕出一件救命的圆形的编织。伊度学生的都系铁板用雕织，其实明年下来速度起飘，起硬飘。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一圈是300针，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一圈是1500针，然后其实编织难就难在它根本就赶不了，它就是一针一线，你这样勾勾勾勾勾，然后一圈一圈这样子做。台东的特色就是蓝天，然后绿地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这件作品也是有这样子的概念。康玉婷也强调，今年南非艺术季总共8件作品，一个天空之镜，希望也有唔系艺术家一般人完成的。一个工人也是知道事实出生三年，做了坚持45日来完成作品的最大动力。故说也拜托参观的民众，做了有同理心，尊重作品，莫破坏。下个新闻层面，同不同？